你也啊，跟阿金沟通一下好不好？哦，搜寻食物的迷奖。现在手脚只要夹到怎么办呢？上面要放个纸箱了。哦，好厉害哦！真的是为了吃无所不用其极的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个？这样你也闻得到。你可以到机场去上班了，明讲。好好好，来吧，抱吧，抱。哎呦，这个汽车字体不错。等下迪再看一眼。啊，原来你们是要互相沟通哦。这样距离最近，哎呀呀呀呀！这样距离最近，哎呀呀呀呀！这样距离最近，哎呀呀呀呀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弟弟刚刚没有出爪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们再那个稍微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用你们的猫丝密码、猫丝电码打一下讯号。这个是那个哈，算是那个阿金跟蜜野的第一次接触。既然是阿金在那个抓蜜野。Hello， 碰到我哥的触感怎样？是不是很不错？很 Q。要赶快出来哦，让你们天天可以玩在一起。啊，真的是一位好大哥，完全没敌意。这位大哥又要霸占我的那个导播位了。那今天的直播就交给你了哦，蜜野。我去睡觉，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可爱啊！晚安，不对，已经早安了。